呢条题目咧就需要我哋 simplify 一个分数，咁而分母咧就涉及到一啲根号嘅。咁啊，仔细睇一睇呢一条 series 咧，咁其实佢每一项咧都可以表达成咁样嘅样嘅。咁当然每一项都系一个分数啦，咁佢嘅分子咧就系等于一嘅。咁啊，呢个好容易睇到啦。咁佢分母嘅部分咧，咁其实每一嚿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数，叫 k 加一。这个呢个再乘以一个根号 k 嘅，隔篱嗰个咧就再加上 k 乘以一个根号 k 加一咁样样嘅。咁啊，见到呢一个分母咧，咁啊有啲有根号，有啲冇根号咁，处理上比较麻烦。咁既然系咁嘅话，我哋不如咧就索性全部俾晒根号佢啦。咁喺根号之前就例如俾一个二次方佢啦，然后就俾个根号佢，咁就系进行一个咁样嘅处理方法嘅。咁隔篱嗰个都系咁啦，俾个次方佢，然后又俾个根号佢。咁咁样做之后咧，我哋睇到，之前一个比较难处理嘅一个分母嘅部分咧，咁其实就有一个公因可以抽出嚟嘅。咁佢公因系咩呢？就系一个根号 k 同埋一个根号 k 加一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抽咗个公因出嚟嗰人呢，个公因系1 over 根号 k 同埋一个根号 k 加一啦。抽完呢一个公因出嚟呢，剩低嘅呢一嚿嘢呢就系1 over 根号 k 加1 over 呢个同埋加呢个根号 k 加一啦。OK， 咁啊，心水清嘅朋友都知道接住落嚟做乜嘢。见到一个分母咁骑呢嘅数咧，我哋一般就系将佢有理化嘅 rationalize。咁 rationalize 之后咧，我哋得出嘅结果咧，经呢个经过少少代数嘅计算啦，咁我哋就会有根号 k 加一减根号 k 嘅呢个嘢再 over。根号 k 啦，乘以一个根号 k 加一嘅，咁呢个 form 咧又已经有少少面线啦。我哋见到分子咧系一个 x 减 y， 而分母就系 x y 啦。咁遇到呢一啲情况，咁我哋就知道，其实呢嚿嘢就可以分裂成为咁样样嘅，就一 over 根号 k 减一 over。一个根号 k 加一咁样样嘅，咁咧我哋已经有啲眉目啦。咁佢又讲紧呢度入边嘅呢成条 series 嘅每一个 term 咧，佢都可以变做咁样样嘅样嘅。咁如果我哋将呢一个 form apply 晒落去呢条 series 入边嘅每一嚿嘢度咧，咁啊直接试一试啦，睇一睇会变成咩样啦。第一嚿。運用呢一個 form 咧，第一嚿嘢就會變成一 over 根號一咁啦，減一 over 根號二，咁呢個係第一嚿啦。第二嚿就係咁嘅，一 over 根號二減一 over 根號三，咁如是者，我哋可以一直變形啦。变到最后的这个 term 就变成1 over 根号2014减1 over 根号2015。咁我哋变成这个 form 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哋就不难观察到，其实例如这个根号2的这个 term 呢，咁会有一正一负，咁就可以 cancel 嘅。咁可想而知咧，如果呢度一直有，如果呢度有第三個 term 咧，咁呢個三嗰行咧就會同隔離嘅呢個三一正一負 cancel 啦。咁亦都唔難估到 cancel 呢個 cancellation 會一直進行到最後，咁啊直至到呢個2014同埋之前嘅呢一嚿數嘅2014相減，即係消失咗啦。咁最後咧，最後我哋得出嚟嘅嘢。就会变成这个剩下头和尾那项，头那项1 over 根号1即是1了，还有最尾那项
減一 over 根號2015咁樣樣嘅。咁呢個嘢當然我哋都係需要 rationalize 啦。咁搞掂完之後咧，我哋就會有根號2015 over 2015啦。搞掂。